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 PoE 流亡暗道，然后上次把那个钢姆跟德瑞索打掉了，啊，诅咒光环有买到，但是动色不对啊，先还是用换色石一个出来，嗯，再翻一下好了。衣服就是少一个红色。奇怪，我这次怎么留的东西这么少？啊，看看可不可以捡到？可以去那个找 NPC 买。NPC，我靠，这什么东西？一红一蓝，找个一红一蓝的东西这么难吗？这个又……匕首。信息有这么难找？一红一蓝，要衣服有没有鞋子啊？哎，这刚好。啊，算了。先拿来用啊，绿色，哦，这样有了敏捷不够，我操，还不能换哦，敏捷不够。换个装备有这么难吗？力量敏捷，这不好，对，哦，然后还多一个红色的洞，要塞什么东西耶？好吧，先这样好了。啊！突然又想起来，我那个派蒂还没领，每次都忘记。派蒂2点天赋点，1点而已哦。好吧，我记错了，只有1点。我怎么会记成2点？使命必达，神域信徒，我要杀传奇怪，使命必达，OK，后面应该都新的，我好像都没看过啊，光环开得起来吗？太妙哎！双先不要开好了。哎，现在突然觉得真的应该选那个阿丽亚。像那个什么清晰，应该可以不用开。
我应该再去买一个那个吸血的，因为那个图书馆买到是一等的。虽然那个升上去好像也没加什么吧，血量回复速度吗？还是什么？忘记了。打完派地，然后踩个船点再去买。他怎么都是食物？问他哦，怎么都是食物？再做一堆岔路出来干嘛？我诅咒官网开起来，好像应该先来点一下这个瓦尔明月，一二三四点，然后再把那个持续时间点起来再来用好了。这样还要升五等。要升五等，哎，没点 BP 那个吸血有点慢，这样吗？还是我本来吸血量就不够了，力量敏捷。可是为什么是加能量护盾啊？然后我的官网还被关掉。去时间，然后再来点瓦尔明约。啊，我是这么点的，你也可以先点瓦尔明约啊。又绕一圈。
靠，一红一蓝耶，把它丢掉，好像应该捡回来啊，算了。这个要先打掉。好像也不用了。去把它捡起来。速伤害啊，算了。我又改变主意了。这边还是弄个绿色的。加冰冷伤害哦，然后去买一个那个。生命偷取，那现在那个图书馆一等哇，连其他 NPC 卖的也都是一等吗？不会吧？追不到，我勒，好远！派地。先去图书馆。哎，生命偷取是要用什么买？生偷，哇，机会死哎！看一下有时候第几张有卖，拿一等的。偷取命运之雨，好的。哇，现在只有命运之雨哦。哇，这个生命好多，24等加99。可惜没有力量，我力量不够，好扯哦！24等加99生命，哇，力量不够，先留着，先留着。看，这很扯哎，99。我要一颗机会石，机会石。图书馆变一等，真的吐血呢。跟之前一样嘛，拿三个内脏，三个马凯的器官，不是内脏，是器官。
掉我的那啥来的孤军印记要自己关掉。站在中间，三个都中。欸，他有没有扣血啊？我怎么觉得不会扣？阿凯的肺。我这真的走好慢。鞋子没跑速，这后面是不是都用回旋之刃赶路啊？回旋之刃不太会用欸。刷刷刷，就很麻烦。开反伤光环啊，周围敌人受到威吓，那不知道是什么。我怎么觉得敌人好像没什么变啊？还是我按 auto 会有说明？哦，增加10%承受的伤害。好的，就是伤害1.1倍，这样好像很不错欸。以前好像没有这条吧？是以前其实有，知道。哦，阿凯了。
普通的马拉卡应该没有很难吧？哎，现在不能讲普通的马拉卡，现在马拉卡应该没有很难吧？哎，这样就只有这只马拉卡跟后面异界地图的，耶，没有马拉卡的，应该表示开心吗？他出来太慢了，快出来！啊，这个命人波动好难开启啊！也太容易了吧！不能偷打。要断线了，好，没事。你的马拉凯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要换那个巨石魔像哦，忘记了。等等，太掉以轻心死掉了。哈哈，还有一声惨叫哎，傻眼。好吧，我又宕机了，还好图还在啊，这样就继续吧。可能是我电脑太热了，宕机啊。天哪，可以不要一直宕机吗？可以，马拉开了呢。马拉开只有普通难度，突然变好弱、哦。好吧，不能太小看他，差点挂一次，这个马凯真的好弱。打快一点好吗？嘣！没有马拉凯了。好像还有啊，但是主线没有马拉凯。现在没有马拉凯了，然后嘞，然后接下来的剧情，我也不知道了，要奖励是从右边走过去吗？这个不是，这是之前任务的奖励，真大范围哦。哎，怎么都是一等？司法回响有了吗？也没有哎，我先拿个回响。尾数施法，电魔像，
后来就从这边走过去，什么沿岸陡坡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完全不知道什么了。看别人的实况好像也没有很认真看。沿岸陡坡，现在应该还没有扣抗性吧？没有。哦，等级有往上加，40。奥瑞亚的传送门。反正就一直往前走就对了嘛。走走走。欸，为什么我撞到一直在放黑暗风暴？我明明是按左键啊。啊，可能滑鼠有点故障，没事没事。欸，好扯哦，怎么又键位自动执行？看来该换滑鼠了。走没两步是，欸，对，又来了。我觉得我滑鼠坏坏了，这个是我自己按的。你看怎么突然啊？不管了，滑鼠该换了。我觉得他走着走着，我没有按的时候，他也在那边招飞人风暴。又来了。重要东西就会招啊！哎，对，是重要东西才能招。哎，有这样的吗？咦，又没有了，这是我按的。到底什么原理？刚才是我按的，哎，又没了。撞一下，撞一下，好，没事。我感觉有时候我没有按它，在那边招飞刃风暴。唉，看来是滑鼠该换。东西，哇，冰矛哎，应该沿着路走就没错了嘛。39等。沿着路走，欸，还没有路了。哦哟，超小条的路。超小条的路哦，把手共振传送装置，好的，奥瑞亚传送门，这边是城镇就对了，欸，这个还要那么久。重镇，欸，所以刚才那个地方在哪里啊？欸，好吧，找不到，可能要从第四章那边走过去才会到那边。这个也不是城镇哦，一间牢。
逃离奴役监牢，杀出去就对了。41的，这次都不能在那边1、2、3、4、5了。诶，没有入围。冲击波。哦，我要点那个瓦尔明约。都是新怪物，我要丢那个什么东西，靠，还会弹来弹去，那还是三小，溜溜球，还是飞盘，那弹出去还有伤害吗？超怀疑的。弹来弹去，哎呦喂！哦，大地震级，该不会以后又有一个技能是溜溜球，还是什么飞盘？那不是溜溜球啊，是飞出去然后撞到反弹。哇，这个觉得这个地图有点大。撞来撞去，撞来撞去。如果太空旷，应该不太可能被那个飞盘打到第二次嘛。超窄的地形，太空旷，射出去弹不回来。像那个狭窄地形那边弹弹弹弹弹，弹弹弹弹。哎，我还没逃出去哦，这个监牢太大了吧。要逃出去啊！什么都找不到路，感觉这边又是个死路。这样会不会绕一圈啊？咦，没有路欸。个什么监工？监工在哪边？这个、喔，我是新的技能，什么雷暴的？可是他的那个也太多了吧？还是说那个可以用高解脱重投射，一次喷一堆出来？坚守高塔。
哦，这边就城镇了。预言大师，这是武器商人。这个手套，为什么动色这么烂？哎呦，我启动就不想洗耶。攻击附加，抗，现在抗性是怎样？应该还没有被扣抗性吧？这样好了。这个欸，要拿什么？才12，好烂哦！哦，最低耶，20，最低的那种。火冰好不好？随便啦，反正最低的。哦，火冰店都有了，这换掉了。可惜没有加生命。换掉有差吗？电抗比较高，哦，都高一点点。那这只是什么？商人。对，化能量成探测棒。我原来那边PO的探测棒是这边。任务 NPC 到400啊，这个城镇就这样吗？还是有 NPC 要我去救回来？擒杀判官。但是要先去找什么神圣大教堂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只有通往一个地方。又是一个一路杀过去的节奏啊！你为什么他都不跑？这只又很怪怪的，站着不动让我打。我有走错路了吧？不易哦，那个博学大师哦，博学大师终于两等了，终于可以招了。博学大师。
咦，我现在好像没有拿到硫磺药剂耶。看到这个要雇这个屠城柱，又想到硫磺药剂。哦，两等了，两等了。可以，怎么有人被他们砍死了？可恶！那我如果走快一点，是不是可以救到他？实验用品，这不知道是主线还是支线。先拿起来。U， 帝王试炼迷宫。制药，好，没玩过都不知道。探测棒，哦，这是支线，好吧，先还它好了。支线，一个技能点，五五至上。在镇压地带，咦，太危险了。然后又迷路了。41等，这不会过到第十章刚好60这样？也不对啊，那个异界地图最低是68嘛，所以应该可能第九章就60，应该啊，没有很确定。还有那个高低差啊，还有高低差，你那边晃晃半天，我都不知道往哪里走，这样绕过来吗？会不会整张地图都逛完了，还没找到要下一个地方的路口？绕一圈嘿，还是我其实从出来那边直接往上走就对了。地图怎么做这么大？但其实这地图没有很大，我看一下。刚好是因为我绕快完了，才觉得它很大。快被我逛完啊！哦，击杀判官。判官卡斯蒂克斯，
啊，记他名字干嘛？这个应该是一个龙套。热情之眼，只不过是个龙套角色，连大绝招都没放出来就死掉了。神圣大教堂。资料，所以我要回城镇，回城镇交任务啊！先找找看有没有出口好了。神圣大教堂。魔像又死掉了，他不知道死多久了，我都没有把他招出来。奥瑞亚大广场。这又是哪里？不是应该什么教堂的吗？好，我先回去看看。坚守高塔，拉尼，药水，真灵药剂，有了，迷雾药剂，好水。密诅咒，你这三小热情之眼，我的没看过啊。双齿格挡伤害，像回城镇没有用啊。只是零奖励而已。继续找大教堂，又要一路杀过去了。哦，灵体投掷哎。新的怪物，咦，这可以打？我是村民嘞，居然可以打！突袭追踪者，我看我还是沿着边边走好了，我看到什么潜到地底下又跑出来，新招式哎，沿着边边走啊，我会不会又把这张地图给逛完了？绕一圈的感觉，
绕一圈，所以左右两边都可以走就对了，绕一圈啊，绕一圈。没有无畏了，神圣大教堂在哪边？这边吗？这伤害蛮痛的。圣大教堂，那总没有人在问你那个神圣大教堂在哪里？都跟以前在问那个监狱大门在哪里一样的。我会不会又把这张地图逛完才找到啊？有没有这么衰？我觉得我已经逛完半张了，这张到底是什么？跑到地下又跑出来，我们有座桥，过桥哦。我操！不会那才四分之一吧？哎，反正沿着道路走，应该没错啊。哎，可是它有岔路啊。有岔路。这边蛮可疑的。哦，过不去。你会不会在那边绕圈圈啊？这种走法很像在绕圈圈。欸，卡塔利娜，解一下。卡塔利娜。有个惊叹号，惊叹号哦！教堂大门，好的，我又宕机了。我是我电脑真的太热了吗？下午开都一直宕。好扯哦，要重走。然后可是我那个，那个什么东西被吃掉了，任务道具被吃掉，无法连接。我哩嘞，好，那个剪掉。都登不进去哦，不会吧？傻眼。哦，那又宕机了。该不会地图都刷掉了吧？那我连地图都刷掉了，再走一次。好惨呐！转。哦，不要再宕机了，受不了。我把 OBS 的预览也关了。哦，这样应该比较不会那么热了吧？我要重走。Oh my god！ 没有，那个只是要重走啊。要重走。我才。重开才几分钟就重走了，咦？
也不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还在？那个，那什么大师的任务还在？好诡异哦，怪物重生了，然后大师任务还在，亡灵大师的任务还在。还是只是刚才那里我没有走过。哦咦，好像是欸，刚才那里我没走过吗？哦，乱走了。反正那个地点应该在右上啦。哇，诶，可是好像又是我走过的，超诡异的。诶，又是我走过的啊。诶，就是怪物我没有杀干净就对了。不要跟他玩了，快点跟过来。两只，刚才不知道荡在什么地方欸，没有办法再开一次门了。哦，两等了。哦，门都开了，就进去吧。神圣大教堂。然后该不会我一进去又有一个传点？真的想骂人。欸，真的。唉，再晚荡个十秒钟我就踩到传点了。哇嘞。对，挖了明月点了。然后我就不能回血了。慎终。哈库欸，我要解哈库吗？解一下好了，至少我用个大师到七等，欸，可是七等之后我遇到没有八等，应该也是会解一下。欸，闪电魔像什么？血那么薄。我没两下就快没血了。哇哇，快死了，等等，怎么回事？刚刚到底怎么回事？差点死掉。
我小时候不能玩 POE。欸，对了，这个是18禁的。还是有人偷玩啊？喂，哦，几等啊？四等。正中在哪边？该不会又要把整张地图绕完了吧？好嘞，结果宕机两次，等等又要换断线了吗？哇，超麻烦的。觉得我又走完了半张地图了。哦，这边应该对了吧？下一层，无罪之士。哎，过图怎么这么久？又一个船点，我跟船点这么多，欸，这个杀完第五张就过了吗？好扯哦，不会这样吧？嗯哼，这样第五张就过了吗？看样子这是最后一个。这个地区，欸，有点扯哦，这样，唉，做一半就对了，以后慢慢增加剧情。所以现在只是十张的框架出来，刺杀目标。就跟之前的第三章一样，只有到派地，然后后来才有神主，这样吗？欸，可是这样也不对啊！啊，不知道啊。而且这好像只有几只 BOSS 啊，一只哦，还是两只？哎哎哎！差点死掉。我佩利斯科的姐。还是把他杀完好了，不然留那个
欧贝利斯克之杰在那边。彩绘玻璃橱窗，嗯哼，哎、欸，还没有录吗？有。魔像又死了，不是很想招欸，算了，不招了。这个魔像都一直死啊，不是应该拿个巨石魔像？有一本书，书的方向走应该没错吧？彩绘玻璃橱窗又一个，到底有多少彩绘玻璃橱窗？然后这边有什么？藏身处配方？咦？哦，原来是配方都给你就对了。没有给完。帝王女宫生活命运卡，哇，原来命运卡还是这样啊、喔。这是标英文的、啊、名字，需要的数量，你有的数量，奖励是什么 ？Favor test 什么文字叙述之类的吗？这个单字看不懂，算了。PVP 啊，在那边随便乱讲，可以连图片也翻成中文吗？这样要求会不会有点过分？应该也没几个人会去看那个东西吧。诶、欸，我这个书真的彩绘玻璃是吧？怎么这么多？彩绘玻璃橱窗，这每个都不一样吗？我没有把它看完啊。咦，每个都不一样哎、欸。哇，我觉得这次光翻译那个就饱了，虽然我都没有把它看完。欸，我绕一圈回来了。绕一圈，这样路在哪边啊？左边。你总不可能在中间吧？先把左边逛完再说。左右是一个整张地图走完的节奏。诶、欸，没有诶、欸。啊，还有这边。诶、欸，我觉得我又把整张地图走完了。我又迷路了。连刺杀目标都没找到。有点夸张，这不太对啊。这边，诶、欸、我不会把整张地图换完了吧？哦，这边还有，这边，那个刺杀目标在哪边？这个方向已经过不去了。升级了，我看一下点哪里。花儿明月点起来了，这边是生命，好像没有伤害可以点啊。这一排，欸、这也是生命。这边有什么？快速回复。秒回已经没用了，我把花儿明月点下去，心灵升华。我要不要点点看啊？ 30% 伤害，点点看哦。哇、哦，心灵升华，这样我会不会突然我的那个魔力就没了？剩这一点点魔力， 230% 是200的话， 200除以 0.3， 这样是多少？七八百，
那会不会我被打到魔力瞬间就空了这样？升华，这样还好。好，再看看，再看看，善的胜利。我都不看完，按个开头就走掉。这个是那个大师，刺杀大师，女武神，复仇物品，来个猎手什么的，猎手，法术，看等等装上去看一下，伤害会比较高。201，189，低超多，低那么多应该不会比较好。哇，终于有跑速了！为什么25趴？有，本来就有。本来就有吗？25趴。最好了。我怎么觉得第五章就地图超大的，然后 BOSS 没几只啊？哇！不然这个彩绘玻璃是还蛮特别的啦。可是这个好像是重复了吗？左右颠倒，它重复率高不高啊？应该不可能做到每一块都不一样吧？会不会其实它是每块都不一样，让美术的工程蛮大的。还是有重复的，好吗？不知道，看有没有人无聊去看看它重复率高不高，还是每块都不一样这样。我的 MO 不是 MO 吗？那个那什么来着？唉，督军光环就自动关掉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吸血吸魔。所以这我觉得我这次可能也蛮怕。有啊，有重复的，觉得这几个好像有看过啊。那这个跟这个是重复的，好吧，重复率蛮高的。可能就有个十几个彩绘玻璃轮流使用这样吗？到了没？这个地图怎么这么大？还是只是我的错觉？这地图其实没有很大。
这块也看过，这块也看过，这块也是看过。他该不会每个彩绘玻璃都有一个简介吧？然后通通在这张地图里面，想看的自己去找。会是这样吗？咦，到了吧？啊，明明这两边这么近，不能开一条路吗？可是他其实有开一条路，超近的，我可以把墙打穿吗？我操，那边绕。还好他没有做成螺旋形。螺旋，哦，到了 ，BOSS 了吧？这如果宕机，我就吐血，要走好远。哦，第五章 BOSS， 应该是最终 BOSS， 第五章的，应该。靠！要变身了吗？咦，碎掉。我变身好烦哦，变身都不能打他，这个会不会就是跟那个我们女王一样？欸，可是他也没有冲到中间去啊，冲到中间帮补血。欸，但是他血条不见了，欸，满血哦，没有，没事。我操，我以为你又满血，谁受得了？这只会不会近战比较好打啊？贴着它转圈圈，转圈圈。哎，还没完。没有。哇，这哇，哇，龟派气功，又是一个龟派气功。哎，还来哦。烧毁！哎，一定要这样吗？变身，左血变身，龟派气功，哇，还会倒转，还可以倒转哦。这是什么？反正不要打到。欸，又锁血，好扯哦！可以不要一直锁血吗？祈祷守护者，我操！不要跟我讲那个以后地图会出这一只，那张图我绝对不打。超烦的啊！那边锁血。哦，新招，哇，痛！哇，痛！怎么这么痛？好，没事。哎，醉。动画都看吗？碎掉啊！就这样。这个嘞。再看一遍。然后嘞，
返回焚烧大教堂。焚烧大教堂在哪边啊？哦，哦，这个啊，环形阵现在变在这里哦，哇，好吧，不知道哪个比较好，我那通通都有就对了。第五张珠宝大放送，那这张珠宝没价钱了，召唤存战连双之刃。有 好多颗我都没看过，红岩之核、流星射击，还没有飞刃风暴、哦，不公平啊！劈砍都有，红岩核、虚空匕首，可是变成只有5枚啊，之前是10枚投射物，电球也有，不公平，没有飞刃风暴。都不想拿、欸，留着看哪一颗比较贵嘛。可是这个任务解得到，应该看都没什么价钱。虽然他要过到第5章玩，元素抗性。放弃了，我操！这样一直荡谁受得了啊？然后无罪之士，他怎么又变问号了、啊？入口被阻断，还要我要还要走回去哦，所以这张还没有完。反正，那就是。还好没有要我再走过去一次，我再走回去看看。记得那好像有两个出口啊，可以可以，等，封网没开，不要再宕机啦。虽然我觉得可能是我电脑太热自己宕机了，奇怪，以前玩好像有，去年也是这样，去年就自己电脑重开了。后来去换了那个电源供应器才好。今年也这样吗？我点哪里啊？突然忘记了。哇，那对，加魔力。再过去看一下好了。哦，该不会地图刷新了吧？不。地图刷新了，那就不回去了。返回焚烧大教堂，好吧，我觉得地图应该刷新了。那就不管它了啦。焚烧大教堂，就是还要再走回去就对了。我要烧起来了啊！这样有两边呢，要选哪一边？得其所。我那个珠宝没有领，所以他任务还在。哦，我好像变猛了。现在怪物还有加特效，地板特效。其实本来就有，要怎么走回去啊？这边走来走去，走过来再走回去。
找到五藏礼堂哦。我还以为这张打完那只就没了，没想到还要走回去啊。想说第五章怎么这么短，这么快就拼完了。结果那次还不是这张的最终 BOSS。靠，这个很恶心的。怎么还没完？还有。这招超恶心，我在那个一些地图的皇家花园有看过。这招我可不可以用啊？但只有怪物能用，也太不公平。天堂之拳吗？欸，可是它有好几道光。到了，欸，大广场废墟，这是不是又应该给我一个传点？然后要分两边，我觉得可能一边是主线，一边是支线，可能啊，没走过。欸，三边呢？怎么会分三边？圣洁之印。有岔路啊，传点呢？没传点吗？安没传点哦。没传点，我当机又要重走。传点。还想说第五章怎么那么短，现在觉得第五章怎么那么长，那突然又变两倍的长度，不过现在走回来，喂，传点，哟，有传点，藏古礼堂，对。纯净之力，塔利娜，
丛林大师。哇，还有机关哦，这么麻烦。那个工程石我好像还没20个工程石碎片啊。靠，我怎么觉得这边又是一个超复杂的地形，是不是应该先去开一下开关啊？觉得开关要去开一下，诶，过不去啊，先过不去啊，不行，过不去，哦，好远哦。烈焰爆破，诶，神域使徒那个500个的，哦，是吧？神域使徒，对，500只。是巨骨化尸体，欸，过不去啊。是箱子，过不去。啊，还要绕回去。这边实在不适合解亡灵大师。我要走回去。三等，OK。啊，他应该是拿那个金叹号，然后按一下开关就可以直接回去。应该吧。艺术家，的保险箱，诶，啊，中间过不去吗？还是这样一个螺旋？唉，这地图都是这样螺旋状的吗？绕一圈，然后到中间这样。纯净之印。再绕一圈。欸，然后去哪里？大广场废墟，进入圣堂屋顶。圣堂屋顶在哪边？圣堂屋顶有一个是圣堂屋顶，一个是圣物间吗？
很难找欸，拖拉狩猎大师。每个区域都做这么大，头很痛啊。咦，狩猎大师的，好啊，算了，圣堂屋顶。然后还有一个岔路欸，我会不会圣堂屋顶逛一逛，那边就重置了？这样还要找哦，就麻烦。圣堂屋顶有没有传点？使用纯净之印。没事，吓一跳，我要装他来打，装起来打，谁受得了？使用纯净之印击败众神殿哦，表示我众神殿快要可以用了吗？众神殿是新系统，加魔力。看样子没有传点。好快一点，45。怪杀一下，黄怪。都没有怪，走这条路都没有怪的。有怪嫌怪太多，没有怪，就在想一坨都没有怪物。到底要怎样才算刚刚好的怪？到了没啊？这条路怎么这么惨？宇宙无敌场欸，到，这只哦，搞这我有看人家打过，哇，要闪哦，要闪，要怎么闪啊？我没有位移技啊。被这东西打哦，纯净之印，然后又爬出来，哦，变丑了，超痛，差点死掉，哦，心脏掉出来，打他，不是打他啊、哦。是啊，是打他。好恐怖啊、哦！那锤一下，我差不多死掉。哇，这怎么闪啊？靠，死掉了，堆尸啊！我、吸血吸不回来，加 MOM 也没办法。哦，堆尸了，堆尸了！这完全不知道怎么闪啊！
但我不闪哦，跟你拼了！哇，不闪了，跟你拼了！成长，我是打一半，打一半锁血，真的很讨厌啊！我，什么东西啊？巫医盛宴，什么盛宴的？我跟你拼了！这专家到底要怎么玩啊？无法被击晕，我看我要死了，跟他一起死去。心脏呢？哎，心脏！靠！这样就没有了，我的心脏哎。不对，我要打了心脏。哇，有一个龟派气功。莫名其妙赢了。好吧，赢得莫名其妙。然后这要扣我抗性的，对不对？这我有看过。可以不要跟他讲话，直接走掉吗？这样就不会扣了。哦，没有，已经扣完了。现在是-30%最大抗哦，崇高石碎片。好吧，打完就直接扣了，并不是没跟他讲话就不扣。好啊，那我就回去把那个剩下的那个地方逛出来。管这个地图重置，我要重找。莫名其妙赢了，他不是还有血吗？算我死了几次，三次吧。真的也太痛了，捶一下，80%的血不见了吧？80%哎，到底在哪里？圣物间。应该是吧，圣物间。我抗性已经被扣了。他如果那个什么，急着过那个什么东西来着，升华的话，可以在打那只之前先把升华打掉，不然蛮吃亏的。被扣抗性。那个嘞，圣物间。圣物间怎么那么难找？很难找呢。可是我觉得这张地图应该蛮固定的，所以应该是在固定的地方。是不是那个叉叉？对啊，不是应该是惊叹号吗？怎么会是叉叉？好，这是叉叉。乌拉图啦，乌拉图，这应该也都是支线，传奇怪物，坚硬支援乌图啦，还是不是生物签啊？我操！
我这些怪物啊，反正到时候会有人 po， 哎、欸，没差。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 po 解挑战的出来。是啊，再等等看，应该会有人 po 吧？小忍啊，还有谁？没有人 po 头就很痛了。就我要，欸、不对啊，这个时候那个。编年史 POEDB 应该也还没有更新怪物资讯吧？哦，生物间雕像应该还没有更新怪物资讯吧 ？OK， 生物间，这是支线啊，不解应该还可以，不过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技能点，看里面有没有使命必达。有。这个应该是技能点，哎、欸，天赋点啊！我怎么一直讲的技能点？天赋点，天赋点，一个天赋点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在开台解天赋点啊！算了算了，反正都来了，就解一解吧。而且这是新的，之前没看过。奇塔佛折磨，嘣！哎，超快！这只是跑过来捡个东西嘛？啊，还有，所以不止一个，有好几个。就跟黄金圣叶差不多，走来走去找树叶这样。咦，这个到底叫什么？我忘记了。飞行荷兰人，幽魂。那是幽魂吧？没记错，记错，记错也没办法，就是记错了。剩下的，所以要把这个地方逛完吗？对，想说好像蛮好找，一下就找到了。没想到要找好几个，这不是诶、欸，这个是神殿，无畏神殿。我们的地图也蛮大的诶、欸，只是来找个天赋点啊。还有一个，总共三个就对了。没有那个蓝色，这个就是到边边了。到现在终于看懂了。都玩到第五章了，才看懂那个小地图。无效死。找到了，那找到拿给谁？陈正吗？噔噔噔噔，我交给拉尼，我的回城证。
又是拉尼，技能之书，一个天赋点，两个重置点，再加这个，哇，100魔力，超多的，魔力1000了，夸张欸。哦，这个是那个之前那个什么手的黄金之手啊，这我都没有很想用哎。啊，黄金之手，等于残酷难度的黄金之手，应该我是这么觉得。残酷难度的黄金之手，15跑速，哇，才两个哦，无效石碎片。那这边应该没有办法把那个金水摆满，啊，我没有买那个金水仓库衣，所以没有，只能。看多一点的时候，闲闲的自己排一排。欸，拉你，我那个珠宝的我还没拿。班恩是谁？班恩还要讲哦，这个也是珠宝。好，都先不要拿。然后咧，哇，怎么还这么多？贪婪之神。哦，第一步结束了。跟谁讲话？莉莉，搭船前往第二步啊！失言守望，绝望言叹。哦，欸，可是我上一章还没看完哎，还有什么国王的盛宴？哦，就我还没领的奖励，帝王试验迷宫，这个不知道在哪里，我要查一下。哦，又回到了失言守望。NPC 都没什么变嘛，还是那几个，欸，少一个人。哦，欸，那个就是莉莉是不是？莉莉不见了，跑到那边去。绝望言谈，要倒着走欸。哇，我觉得我今天差不多这张玩到一半吧。开开。哇，清空绝望眼滩哦，清空哦，真的假的？清空绝望眼滩，啊，都来了，把它清空。清空欸。咦，我有一点天赋点，刚才升级了。那两个都是支线任务，不解应该也可以啊。清空啊！哇，这边也没有写怪物数量，他们自己在那边 R E M A I N G 吗？现在的指令还有用吗？哎呦！超过50只，我是绝望岩滩有点大，但是我觉得绝望岩滩也变大了。其实它本来就这个大小。哦，是什么招式啊？
掉，还会喷灵魂出来爆炸，让它炸一下。欸，不会扣血。欸，等等，我无法生命恢复嘛？这样我用巨石魔像还有用吗？好像没有用。突然想到，我又有一个崇高石碎片。呜，痛！你这炸到会痛哦，我也不会痛哎，居然！点一下，我点哪里？欸，我点圣杯好像没用。啊，不管了。而且点下去是一堆血量。欸，清空了，这样就清空了。那这边都没有，我不要走了，我会有传送卷走。莉莉，这个是支线，可以不用解后悔之书啊，完全不想解。哦，这真的可以不用解。后悔之书，我有啊。如果你缺那个，重置点数、重置天赋的话，可以解一下。哎，怎么按到？海潮孤岛。哎，所以绝望岩滩都是支线吗？第六章结果是第一章的重置，我觉得跟第一章有九成像。啊，这样第十章我不会是马凯吧？这很想骂人欸。好不容易可以不用打马阿凯了，结果又要打马阿凯。哦，不对，以为可以不要打马阿凯了，结果还是要打马阿凯。什么？龟派气功图等。啊，怎么会有薛朗？欸，等等，为什么这里会有薛朗？啊，对，哦，想起来，欸，看人家打过，薛朗跟典狱长在一起，我突然又想起来了，哎，又是一个锁血的 boss， 可以不要一直锁血吗？手稿就跟之前的医疗箱一样嘛，这样会有很好的东西吗？等等，我看一下 ，H 奇夏拉之心，这样应该不是。好，没有天赋点，管他。好吧，我看我今天能不能把典狱长跟薛朗打死啊？这个不会要打破鸟蛋吧？鸟蛋呢？哇，痛！什么东西那么痛？鸟蛋呢？我要打鸟蛋。嗯，对，我在搜索奈，搜索奈莎，找人就对了。欸，他的图腾为什么会自己死掉？好怪啊！应该不是我打的吧？欸，好吧，是我打的。还在好怪，明明是我自己打，欸，也不是啊。欸，你看那个图腾自己消失了，怪怪的。
怪物的图腾不是都超久？我不要打那个图腾。哎呦，他死掉了。所以现在怪物的图腾也有时间限制吗？咦，也不对啊，刚才那怎么烧我几下自己消失？看这图腾好诡异哦，到底啊，没有解冰水。没办法解冰了，我没有解冰水。搜索奈莎哦，好的，跟鸟蛋差不多的意思，但是就是要找奈莎，哪里呀、啊？应该会有个惊叹号吧。哦，奈莎。对啊，那个 NPC 叫奈莎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缺少了那个 NPC。哎 ，What？ 为什么我差点死掉？是被燃烧吗？还是怎样？新的怪物有点恶心。哎，我这个应该会掉经验的吧？我死掉。哦，抗性太低。39，这边应该成火抗跟冰抗。我死掉了。果然不能太小看怪物，不然会死掉。欸，是这个哦，靠，这么恶心，是那个地板，哇，东征服之眼，暗迷中，可以拿来玩一下。哇，暗迷中，欸，还有问过去找奈莎、喔，还是要走这条小路？哦，是一条小路。靠，奈莎死哦、喔，欸，他变灵魂了。等一下变灵魂了，我嘞，我来奈莎死掉了。诶、欸，他不会就是那个哦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没事。奈莎居然变成灵魂了！哇，那个图腾真的很恶心嘞！到底谁放出来的？这堆怪物吗？有人负责放冰雨哦，还是什么的？有人负责放图腾？咦，那这边要怎么走？诶，没看过诶，之前是接什么海潮什么海潮，诶，不是，忘记了，偷看一下，之前是接海潮地穴哦，海潮地穴，这个会不会就是沉积海呀？好像也不对啊，有点短。好吧，新地图超短的，珍藏室，好 boss。
哇，好恶，天啊！欸，这图腾不能打啊，我是需要一个位移技哦，还会自动转，只是转超慢的。哦，我要死了，我们干脆死一死啊，吸不回来。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我突然转好快啊！中间那个图腾好烦哦！哦，我要用堆尸啊，比较快啊，不然那边闪攻击。哇，转一圈又回来了。咦？还是要先把旁边打掉，打看看啊。他那个感觉很像防护罩。哦，要把旁边打掉，哇，好快啊！哎，转那么快，我怎么打啦？哇，真善之福！这醉到底来干嘛的？哦，有了众神殿。我没有生命回复啊，好吗？按 Y 开启众神殿。Y 快捷键是 Y。欸，我没有生命回复啊，因为我点那个瓦尔明约。我擦，第一个送我一个这么没用的。第一个众神殿给我一个这么没用的，未达到要求。不过别的角色应该有用啊，没有点瓦尔明约的。禁止。哦，不对哦，我也有用哦，物理减伤嘛，8%。那个是下面的还没拿到的属性，好吧。勉强有用，欸，我怎么绕一圈回来了？这个往哪里走？前往……欸，等等，我要绕一圈哦，剩那三个地方没去过。走错路了，这边应该没路啊，路应该在上面。还是这边也没路，路在里面。哎呦，开了开了。我的药水还没换呢，现在都46等了。
还没有传送点哦，破碎三级，哎，之前是什么三级？看一下，沉寂海牙，无尽三级。无尽三级，OK，等我一下。好吧，今天大概先开到这里啊，先收台。